老妈，老妈，别弄了，老弟又带老爸玩游戏了。等一下，你听我安排，你教训老弟就行，老爸看到自然会害怕。老爸，看到没？这就老弟玩游戏的下场。给我个面子，差不多就行了。老妈，我觉得可以把老弟的键盘收了。你动手试试，我忍你很久很痒呀。我觉得哥说的对，还是把键盘收了。一下午没玩电脑了吧？难受不？要不要我把我的键盘拿给你们用一下？但你知道我的键盘在哪吗？在哪？键盘正在这想着你。我看你是逗我吗？停！我对天发誓，如果箱子里面没有键盘，我天打五雷轰，猪狗不如。要是累了，就先玩会儿评论区你分类的游戏。吵吵吵！一天天吵死了。我说你。抖音，我来呢，本想让你早点休息，别玩太长时间。但我看了你这个苹果之后，我劝你赶快睡觉，别玩了。去哪儿啊？老爸，滚！老妈，赶快去管管老弟，让他别玩游戏了。大晚上的，别烦我。你知道老弟懒到什么程度了吗？他吃个苹果，标签都懒得撕。我操！说了不给就不给。老爸，我给你样东西。老弟，赶快睡觉，不然让你尝一尝脑瓜崩。我现在严重怀疑我是不是你们亲生的。来崩吧，来，来崩。往这崩，来！睡觉吧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脚不洗了吗？行，听你的。脸不洗了，行，你睡吧。给你们看一下老弟是怎么洗脸洗脚的。别这样，和老弟来硬的是没有用的。我觉得我们要用爱去感动他，然后改变他，所以让我来吧。老弟，洗脚。老弟，是不是在玩评论区领分类的游戏？先别玩了，你脸还没洗呢。脚我给你洗了，你还要给你洗脸？你有
抖音。跟你说怎么就不听了？几点了还玩？睡觉。不睡。行，那我明天让你感受一下绝望星期五。明天老爸和我一起玩。那我就老爸一块整。不是老爸，今天中午老妈不在家，中午饭我来做。我问你们想吃啥，面条吃不吃？不吃不吃，我想吃肉。我也想吃。行，那我就给你们做红烧。怎么了老爸，不想吃这个红烧面吗？要不这样，你让老爹也把衣服洗了，我给你做火鸡面。老爸，你先听我说两句。老弟，去把老爸电脑关了。你想什么了？我没有你那么无耻。只要你把老爸电脑关了，我给你做刚才那样的火鸡面。受苦了，老弟。没事，只要能吃上你那个火鸡面，值了。我现在就去给你做。哥，嗯，别骗我。放心。我受不了了！老弟，先别玩评论区领分的游戏了，和你说个事儿，今天咱们来场直播首秀吧。问你播不播？我要是不播呢？大家好，5月29号下午2点，我们直播首秀，不见不散，谢谢大家。抖音。有事儿跟你说，你不是在学游泳吗？今天我教你怎样不介入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在水下呼吸。看，我正在水下。老弟，这下我是真有事儿。我缝衣服，我穿针穿一小时我穿不上，我就想你帮我穿一下，穿上你接着睡。拿来。行，你等一下。快！老弟，你的眼睛真好使，一下又穿上了。别哭啊，你要不想睡了可以玩评论区领分类的游戏。别这样，老弟。这个家我不待了，我走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玩会游戏，老弟。很多人说阻止我弟玩游戏就不能不管点他吗？行。Yeah!
所以要想阻止我弟玩游戏，我只能……抖音。